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哎，对了，滑音、转音、颤音、录音、黑嗓，他们是五大附加技巧。就是什么意思啊？附加技巧意思是在你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唱的好嗓是啥？啊？黑嗓是啥？我最擅长的东西，注意听啊。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这洒满心绪，这叫黑嗓。哦，今天就是撕裂的这声音，摇滚就经常会用这个。我再跟你们说一下，流行歌的咬字怎么咬出来的。比如说我这个字，读一下，我，哎，漂亮。再读一下。我把它分开。我啥玩意儿？你再读一次，再读一次。我对，分开读，把这个拼音分开读。我对，分开读。乌哦，是不是？来，我分开读。我见我好，现在都分开了，是不是？好，注意哈，这就是我们流行歌最原始的特点。你们每个字分开，你们每个人分开之后读法都不一样。来，我们先分开，你先读一个。我哎，怎么分的？读这个拼音。我哦。读拼音分开。我哦。乌哦，读乌哦。乌哦。哎，乌哦，是不是这样的？也是这种感觉哈。来。乌。哎。乌哦。你。我。乌哦。哇哇哇哇 OK， 你看啊，不管你们是怎么读的，你发现没有，我们读在单纯最猛的字，你们四个人读出来的都不一样，这就是最基本的属于你们的个性和特色，声音上面的。今天上完舞蹈课感觉怎么样啊？挺累的。累累哈，屁股挺疼，腰酸背痛。小姚，就是小木说他觉得你就是进步了很多，他今天有在夸奖你，你自己觉得吗？有，就是做挺难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撑得更久一点，或者是激动的时候记得更快一点，但是一点就一点丁丁点，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不是很累的能勉强能跟上，但是假如跟那些特别难的还是跟不上。那这就是接下来的暑假集训期间有没有什么就是自己在舞蹈方面或者说歌曲方面有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吗？舞蹈方面就是能跟得上他们的体能，然后还有能记住动作，然后唱歌方面就是唱歌方面我想想就是要有感情。天润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集训了，是不是？嗯。今天是集训的，你自己集训的第一天哈。嗯。感受怎么样？挺累的。
没有过来公司的这段期间，自己有在家里那边有练习舞蹈的这些基础吗？嗯，练习。那你自己对自己在暑期的这么一个舞蹈方面的提升有什么小目标吗？肯定得提升它，提升一部分呀，就是对动作的控制。怎么样？脚疼吗？啊？脚疼吗？啊？脚疼吗？啥疼啊？脚还疼吗？脚怎么了？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马冬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啊。脚怎么了？脚就怎么了呀？就怎么了吗？怎么了呀？怎么了是怎么了吗？怎么了就是怎么了呀。所以它疼吗？疼啊。很疼。不是很疼啊，但是疼啊，那所以疼啊。三棒啊，真疼啊，三棒啊。喂，我是。那个房租我明天绝对交给你。绝对，再宽心一天。喂，强哥啊，哎，对，就是强哥啊，就是最近手头有点紧，可以借点钱吗？喂，强哥，喂啊，哎，怎么了？你今天过生日？我这边还在忙呢，我明天过来。明天，放心，我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没事没事。是个废物。妈，生日快乐。
因为今天有太多人怎么样呢？没扣题。对，没扣题，跑题。我想了很多，就连之前的提高工作有哪些不好啊，还有之前自己自身的原因啊，也还有自己基础，全都想了一遍。我实在是真的没想到我自己为什么留在基础班，虽然基础班和提高跟上一样的，我觉得还是提高。对，我也是，我跟他差不多。是这样子吧，你觉得你跟现在班上如果说有这种就是说不是跳得很 OK 的朋友之间有差距，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自我认知，这个你没有错。但是你也要明白，就是现阶段的这么一个，我们之后只能会再做更加细化的一个分工。所以说当你意识到这几点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其实至少我眼前的路还是很清晰，我知道该怎么走。但是我觉得适当的，比如说你自己有什么疑惑有什么问题，适当的提出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OK 吗 ？OK。哎呀，他因为太大一个了，然后穆老汉就提前给我了。他先把他包背着，然后就隐隐的感觉到他的背包有点鼓，但是我也没有注意什么，我只觉得他包第一次装这么鼓，然后他拿过来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东西。就是这是你很想要的吗？不。啊，并不是吗？对，他觉得我喜欢什么就给我什么。那你现在满意状态是？哎，只要是有礼物就行了，不用在意太多。他是今年第一个送你生日礼物的吗？对啊。所以今天收到礼物，你这样开心是吗？还好吧。你明明就一直在跟。有谁送过你什么生日礼物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谁？我还有就邓家欣，他每次都是给吃的，他家像开便利店一样的，就经常带过来几包薯片啊，或者是辣某啊、味某啊什么东西。之前我们去动物园，然后张子宇他偷偷买了一瓶饮料，然后他分享给你了。然后还有就是经常去宿舍，我要实名举报某人，就张吉啊，他表面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吃货，但是去了宿舍就知道，他是一个实名认证过的吃货，哇，全部是我有几次都去他房间里面，死不要脸的拿了几个衣服。这谁的呀？杰瑞放里面。这不是你送给他的礼物？看到没有啊？对啊，我跟你说，他离不开吃的。来采访一下，为什么送这个礼物给他？因为他喜欢呢。他说他不喜欢。谁说的？好，马上给我。不喜欢吗？喜欢。好。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他当时让我选，然后我就选看到了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然后我百里挑一挑了个最便宜的，就是，来，出租车司机鲤鱼，三碰一，一碰三，三碰四，四碰五，猪碰猪，猪碰鱼，鱼碰鱼。碰车，明白吗？来，这里把稿子放下。车碰机，机碰车，车碰机，机碰猪，猪碰机，机碰猪。蹲下。蹲下来。鱼碰猪，猪碰鱼，鱼碰猪，猪碰机，机死了。机死了。车碰猪，猪碰车，车碰猪。猪碰猪，哎，上班你看见？鱼碰车，
控司。司控鱼。鱼控车。车控鱼。鱼控鱼。鱼控。我鱼。真的吗？Thank you.
天天疯狂，耗费